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利嘉閣東莞山跑馬地的 Michelle。 今天我會帶大家去看一個位於跑馬地聚民街三號的聚民樓單位。這個單位呢，原則是一個兩房的單位來的，業主將它改了做一個大的套房，而實用面積是524呎。我現在就即刻帶大家去看。聚民樓是位於跑馬地的聚民街，每一層都有六個單位，而每一個單位呢，間隔都非常之方正的，自住或者投資都非常之受歡迎，因為交通和購物都非常之方便，而且還有不少的食肆，可以說是應有盡有。今天介紹的這個盤呢，非常之適合喜歡靜但是有需要方便的你。如果大家对这个单位有兴趣，欢迎致电给我。